我，这两个人什么来头？嘘，小声点，你找死！这两个人就是健身圈里令人闻风丧胆的黑、白、双、煞。他们有成千上万种损招，霸占器械，流汗不擦干，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入门把戏。挥散毒气才是他们百战不殆的制胜法宝。方圆五米之内，寸草不生。这还不够，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不堪入目。几年前，鄙人有幸见过他们一次，光是把器械归位，大力补我就吃了两盒。江湖上还有传言，曾经有一头倔驴，为了等他们练完一台器械，三个人整整僵持了三天三夜，最终不得已狼狈退卡，发誓此生再不撸铁。对女生也这样吗？为非作歹多年以来，他们早已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每当有女生近身半步，他们都会扯着嗓子发出怪异的求偶信号。丧尽天良，这种人就应该被健身房拉进黑名单了。没用的，他们出色的外表总能掩盖住他们恶魔的灵魂，捕获了无数前台小姐姐的芳心。办不办卡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咱们这间小小的健身房竟然同时拉来这对卧龙凤雏，造孽！前面说的那些还只是小儿科，其实黑白双煞真正令人闻风丧胆的。快说啊！唉，先说白煞马叉虫吧。七年前，他还是一个腼腆、内敛、不爱说话的小教练，性格内向，业绩惨淡，受尽老板的指责。在一次又一次被嘲笑羞辱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张嘴咆哮。不得不说，他的嘴巴真的太臭了，其口臭程度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整个健身房只能用惨无人寰来形容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这里面到底有多臭啊？比好几件蒙古的大海准备纸还臭啊！快跑快跑，他来了！这也太离谱了吧？那黑煞呢？黑煞够力胖的故事，充满了爱情的辛酸。胖哥，你力气真大。哎，不是挂齿啦，不是挂齿。老板的力气最大了。那、我还有腹肌呢。从那以后，他执迷不悟。发誓再也不刷牙，四处为非作歹。我也有腹肌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输的根本不是这口大黑牙。难道就没办法治他们吗？有是有，听闻圈内有一种牙膏，专门针对牙齿上存在的炎渍、牙渍、口臭等问题。难道你说的是蓝蓝代言的 Effigmo 牙膏品牌？这样就有点刻意了、是他让我重新定义了什么样的牙膏才是一把好牙膏。从前的牙齿日渐蜡黄，都是牙刷在背锅，殊不知遇上一款含植酸钠的牙膏，才能拯救这口大好牙。就你这么拍，连甲方都没耐心看了。植酸钠是什么呢？厉害了，它又名肌醇六磷酸，是一个经临床认证的有效减少牙面外源性色斑的天然去渍美白活性物。一般导致咱们牙齿发黄的烟茶、咖啡等色素，通常会以唾液蛋白作为基质吸附牙釉质。而当有了植酸钠的存在，这些东西根本无处可躲。所以说，在仔细的了解了尽力之尽品牌简介以及产品成分之后，重要的是我和小胖都体验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决定以后死磕这个品牌了。所以我又买了一大瓶。海洋之风也是极少数有添加益生菌的一款牙膏。大家要知道，口腔里面含有600至700种细菌，一旦有害菌增多，就会出现口臭、龋齿、牙周炎等问题。所以健康的口腔关键在于维持口腔菌群平衡。一款融入了益生菌 ADP-1 的牙膏，能通过共凝集作用，物理性移除附着于口腔内的各种致病菌。最直观的体现当然就是洁白牙齿、清新口气。还有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微米级摩擦剂，和普通牙膏的区别就是它清洁牙齿表面的同时，保护牙釉质不受损伤。那既然是微米嘛，听起来就很屌、很靠谱。就好像听到我妈嘱咐我不要用钢丝球去刷不粘锅，对锅不好。那当然啦，牙齿更重要。我希望在我70、80的时候还可以大口吃肉，请大家也一定要好好呵护你的牙齿。哎，不得不说，最近冰姑是挺厉害的啊。出色的外表，这点都不是编的啊。我雇你们来冰姑室的，没出息，没业绩，看前台。老板，你这牙齿确实黑呀。
叫你管啊，还黑白相杀。